如果有一天我动了情，可是我没有伤害任何人，我也没有做错任何事情，你会杀了我？我会杀你。从此以后我他是帝君，是你的天子，他最终是不过。他说过，谁先就要断情绝爱。既然他已经如此，那就如此，就当是一场梦就好。你说你爱我，那好，我问你，你愿意一个人放弃的心？我愿意。我这条命是你的，你要拿别拿走。云为什么天上地下我永远避不开你？